将更优美，愿赠你伤心，拾起初心永不舍弃，从来也为你将每一秒都给予准备，人生这样美，精彩似传记，沿途有我在陪伴你。我哋系今日嘅大会司仪，我系朱海婷 Heidi， 而我的拍档咧就系郭田俊 Marcus 噶。谢谢 Heidi。那在这里呢，首先非常之欢迎大家来到泰和人寿呢品牌发布晚会。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郭田俊 Marcus。2017年11月24日，我哋泰和人寿就同香港嘅市民啦、香港嘅伙伴啦一齐系迎接我哋嘅诞生啦，8年传奇由你启动。感谢 Paula 以及香港团队这一年多来的努力。泰和人寿百年传奇由你启动，一个全新的人寿保险品牌正式发布，迈向百年，为业界和时代创造传奇。我们再望一望镜头，影翻张靓相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好靓的布景，记得睇到泰和人寿啦。我们一起数啦，三。2 1 Cheers! Yeah! Congratulations! Congratulations! 好，邀请呢两位我们重量级的助理嘉宾为这两头醒狮点睛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非常有气派的一张相片啊！这张相片一定是非常漂亮的。系啊，好有气派啊！谢谢董事长，还有是谢谢泰和人寿的邀请，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好朋友，咁多年来同佢已经系成日饮茶啊，成日老见面啊，看见他的业务啊一日千里啊，我真的非常骄傲跟开心，真的，也今天可以来到这边见到佢个8年全 K， 你接受我们陈家买保险就行了，因为我哋呢，我们很惨，我们做武行的，做某些的，很多保险公司不接受，所以都是我自己受他们。真的，我有个叫成龙保险公司，只是保险我们陈家班的。我希望以后交给你们保险我们，好不好？哇，原来这一张呢，就是独一无二的 VIP 贵宾卡，代表着泰和人寿呢是诚邀啊大哥呀，成为终身的贵宾客户，相当有意思啊。习惯和世界可变，人情亦许打到变迁，有共情不变，那种真找不到缺点。哇，我见到是一个最佳导演的奖座啊。哇，真的是只要有初心什么都可以达成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。好不好听？你看看这个场地非常漂亮。在这里再一次衷心多谢这么多位今天的莅临，一起去见证我们泰和人寿这个品牌发布的晚宴。当然百年传奇由你创造，你们所有人对我们的品牌都是这么重要，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大家，也期望我们在下次的活动再见了。 Thank you， 祝大家愉快的晚上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晚安。谢谢，再见。